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想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冲破回合枷锁，超越极限。哦，基本上这关卡难度不是难哦，重点是这个通关的速度哈、哦，通关速度要快哦，各位哦，关键已经告诉各位了，就是要快哦，怎么个快法呢？是每一关都是一回合带走、哦、就可以了哈、哦。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哦，来听起来好像。我说的很简单，但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。就是每一关你就是给他碾过去就丢了啦，因为这种关卡不能储技啊。有人问说为什么带肥婆？因为有些人鸡巴盾，你要用它来消状态。哦，所以你知道回合数够快的话，很多队友都说啊，为什么会挑这一队？其实有原因，因为后面有那个很多 combo 盾。那你用希腊的话，中间又会被干扰哦，所以我才会用二消来做通关哦。哦，就是碾就对了啊。双体共生哦，就做个全体给他舒服就对了。哦，有没有像这个就跟你说死哦？不要残血，谢谢。其实这种就怕他残血这样。水火木哦，都开了哦，反正伤害根本不会痛哦。哦，是开三五的好处，用碾的。啊，两杠不？太夸张了吧！哇，这是二消对吗？好像坏掉了。王和服是一样、哦、他没有附加消除技能重置啊，技能重置还好，所以用这种队伍应该可以直接碾。我刚只有浪费一回合，所以目前的状况都是还是很 OK 的。哦，回合数重点是回合数，记得回合数哈、哦。所以回合数你只要掌握到了，基本上就是通关了，不用储技啊，真的不用储技，直接碾过去，因为技能给你重置了，所以你要储什么技啊？啊，为什么选二消？就是 combo 数不用担心上不去了、啊，因为如果 combo 数，我只想到二消跟希腊跟三消吧，所以这几队是比较
比较稳妥的，但是 我没有二校队哈。啊，我没有三消了，讲错了。所以二消三消应该都是过这一关，应该是问题都不大了。我看起来是这样。有没有？他出了这些盾，全部都是要消耗你的回合数而已。没有别的目的。好，又浪费回合。这样可以。哦，回合数没浪费到，你就是通关了。这样跟各位报告。H 型 ，H 型，哦、我无遐侪条，是变 H 一二三四五六七颗，靠腰的一二三四五六，都无七颗是变，是要玩屁呀、啊？二四六，七颗火珠哈，塞一下啊，各位。靠背来不及，一颗来不及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我就说这个希腊怎么转啊？还是用二效比较妥一点。奇怪，刚怎么变那么奇怪的形状？哦，都是浪费你回合的盾啊，这样讲比较快。三重风化没问题。哦，有我的血量可以大概出过我浪费几回合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会被锤到嘛，对不对？水屋可以再换别支哦，看各位的喜好吧，因为我就随便乱编这样。哦，基本上这一队只要转到四钢堡，应该每一关都是碾啊，都是碾。龙科脉动。顺便补血啊！这样了解啊。哦，顺便补血啊。哎，为什么上完？哦，对，只有两星而已。多火、啊！这么多火，刚好就是帮助我们做一个攻击性的动作哈、
我们浪费回合数并没有很多。时钟电影燃烧也是一个 很棘手的关卡、啊、因为我们用的是二消，所以在通关上也会难度降低很多、哦、因为它会乱跳乱跳乱跳，然后我就碾过去了，看到没有？三重风化前存哦，哦，基本上 MH 这次这个回合数算得很紧绷，我必须讲，他回合数真是算得蛮紧绷的。那现在看到我们有 左上角有个状态了没有？哦，肥婆这时候、哦、千万不要开下去，为什么？要开肥婆之前要先关技哦，不然你会把自己技能消掉，这很重要。肥婆，棒，然后再开，哦，了解哦，了解哦，记得哦，开开关关开开关，然后控这个控什么鬼啊？忘记了，那个控。空隙地，空隙地，哎、欸，对。哎、欸，无死！我看我甲吹甲大来好啊！我一旦你无死，我要死哦！技能重置哦，守卫轻功龙脉。先把这只 KO 掉没关系。就是一直冲就对了哈、哦。又来一个状态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那大于等于七 combo 盾才会攻回有效哈、哦。哦，所以知道为什么要选这一队了哈、哦。而且这些阿萨布鲁盾都一直来。我希望不是开关木屋鸟嘞，这是超强版木屋哎。28关哦，啊，太可怕了。那个火珠看可不可以消掉？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好像这个是叠珠哦，好像是不小心叠到的。嗯，无鼠盾，这才是最大难度，因为我们会缺光珠哦，所以我决定先把这个水雾关掉。因为我刚我已经特别强调了哦。强调什么？要强调什么？好，强调这个有时候很鸡巴的盾哦。我现在是怕光珠出不来啊，这才是最大问题啊。所以你就尽量消整版吧，各位。欸、完全不给光珠欸，我会GG在这一关哦，我看起来是这个画面哦，三颗全部都不见了。我教各位等一下怎么破解这一关哦，这一关它的关键还是可以破解的，不用担心哦。这一关怎么破解嘞？因为他肯定是不会给你光珠了，自己做吧。
没有，他肯定不会给你光柱，所以不用奢求太好。没有，我整片都是光，我就不相信他那没光柱可以用。看起来这个画面是缺木珠，没关系哦。然后缺暗珠，我们把下面光珠留多一点，因为我不觉得这回可以带走。我们现在暗珠要弄出来，好，这是绿珠的一个技巧。再弄下去，我的不啊！再搞我下去，我就真的没光珠了哈。老大，别搞我，给我暗珠吧。好，来吧，没光珠，嘎，做锤子的，你只能这样了。天降右边那个光珠有没有？有，但是没有被我们削到，他妈的！嘿，阿喵，吓死我了！好机会啊，各位，把握这一波啊！28关啊，这是耗回合的，所以为什么我选这对是我的原因哦。哦，那个木珠有没有看到？木珠算是一个15，所以就靠天降来做一个小小的弥补。哎，奇怪了，不行吗？没有人规定吧？路径隐藏持续，哦，不是，我们遇到是火的哦。下一关会附加消除技能重置哦，还有个限量秒转，所以我决定把这两个都关掉。好，开阳剪就好。我靠一只打，因为我们还有11回合。正所谓是怎么样，绰绰有余。我们靠阳剪打就好了。哦，所以这个龙哥有时候真的不一定是拿来攻击的哈，他可能那里拿来绿的。那我现在看一下这个伤害可能会有点危险，我决定开水雾。哦，我决定开水雾哈。哦，因为我可以舍弃一屋啊。再见啦，再见啦。附加消除技能重置，受死吧你！限两秒转哈。对，基本上刚刚是属于一个没看到的现象，所以转的有点出我自己意料之外。哟呼！哦，可以看到我用二校队打的还是蛮险的哦。哦，所以一般队我要打其实是，对，这个回合数真的太紧绷了啦，老大，对嘞。哦，大于等于多少？九康伯顿，那你不用这一队要哪一队啊？我想不太到哎。好了洗洗睡，不好打了，不是说打不过了，不好打了。
因为回合数太紧绷了，关卡不是怕被打死，都是回合数的问题啊，好吧？好，以上这个冲破极限的示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